1922年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联合全国的劳动者共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。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，我们再次相约在五月的春风里，阔步迈向“十四五”的新征程，展望2035、2050的远大目标。时代催人奋进，使命呼唤担当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。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必将带着奋斗的决心和信心，向着第二个百年全力出发。足印是你的吟唱，远古奏鸣是你的回响，劳动号子总是那么豪迈，劳动青云总是那么激昂，千秋功业是你的肩膀，劳动青云总是那么激昂。